情的故事，是梦想在飞翔，把希望摆在未来，展现自我，所有青春活力造就全世界，年轻的执着就是梦想。年轻的故事有无限的希望，当梦想长得越大就越成熟，所有快乐悲伤勇敢的接受，年轻的地方就是天堂。路是无限的宽广，不管挫折多少，努力去追逐梦想，释放自由飞翔的渴望，就能飞越无数的海洋。梦能把未来点亮，照亮无穷天地，年轻就是力量，勇敢往自己选择的方向，就拥有自由梦想的天堂。在一个团体里面呢，是绝对不可以看清任何一个人的，分工合作的力量一定比一个人来得大。就算你觉得有些人就是没有你聪明，你也不能够忽略别人的专长啊。有的人呢，就像那一颗小小的螺丝钉，看起来好像不起眼，可是少了它就是不行。林小一，蔡海川，你干嘛？没有啊，我刚在外面叫你，还有挥手，你都没有看到我。没有啊，那你应该要去检查一下耳朵了。还有啊，你的眼睛也有问题，因为人的眼睛啊，大概可以看到面前200度左右。好了好了，你到底找我干嘛？你的数学作业还没有交哎。哦，上课再给你不就行了？不行，我们班只差你一个还没交哎。你没看到我们正在打球吗？我们正在比赛哎。反正你是打的最差的那一个，差你一个又没差别。哦，不打了啦。不打就不打，下次再打。不打不打，那我们就走了。哎，打一下嘛。哎，大家都能找到团结精神啊，真是莫名其妙哎。算了算了，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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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那个数学作业要记得放我桌上哦。请坐。昨天考的修辞呢，大部分的同学都错了很多哦。所以啊，这次老师决定让大家做分组报告，重新再学习一次。好，不要喊啊！我希望呢，这次每一组同学都要做一份书面报告，用 A4 的指令印出来，还要做一张四开的海报，每一组都要来上台报告。老师，什么事？老师，我可不可以一个人一组？老师希望大家做分组报告的用意，就是希望同学们借此互相学习、互相讨论，把容易混淆的地方给弄清楚啊。可是我都已经懂了啊，也不会混淆，况且也没有学习的对象。李川，你的作业写得不错哦，但是老师还是希望你再表现一次，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对象。好，请坐。
各位同学，翻开课本第35页。跟你组吗？你真的很差劲哎，跟谁组你知不知道？哦，那我跟蔡野川一组耶。老大，我也是，跟他一组，什么事都不用做。哎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平常都不喜欢他，现在跟他一组做报告，我就占他的便宜。是他自己爱现的好不好？你要跟他分工作，我看他还嫌你做的不好呢。不管他怎么想，我们该做的还是要做啊。你自己去跟他讨论呐，我没有兴趣。走啊，打球。跟你说了吧，大家的想法都一样。做事不可以这样，我去找野川。你要帮我分工？对啊，我们是同一组的，当然要分工合作喽。我都已经规划好了，你要做哪个部分？你都可以啊，你要我做哪一部分？借贷法一般来说分成8种，我打算找32个句子，其中一半呢用文言文举例，另外一半呢用白话文。你负责白话文的部分好了，我建议你可以从张晓峰、张爱玲、简真、梁实秋或是丁宇堂的文章里面去找。如果你偏好徐志摩的话，那也可以。你会不会太夸张啦？不过只是一篇报告而已。是宜真自己说要帮忙的，我可没有要求他啊。对啊对啊，我本来就应该出点力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会尽力的。你那种马虎的态度啊，比什么事都不做的人还要糟糕。你。早安。